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三的主播史拉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辣味合蒸，湖南人都爱吃的一道菜啊。这里有一个辣鸭，然后一个辣鱼，这里是在清炖期的一个腊肉，这两个是都是放了一个温盐水里面浸泡了两个小时的蒸鱼啊，去掉它的一个盐分，然后这个腊肉放在蒸锅里面蒸了半个小时的蒸鱼，现在我把它解刀，把它切厚片，切厚一点啊。蒸的腊肉还是适合切大块，切厚一点，这样吃起来才爽。今天这个菜都什么配料都没有，不用放啊，都是一些原味，吃这个就是一点，放一点辣椒粉，放一点豆豉就可以了啊，吃这个菜的一个原味。下面呢，把这个把它处理一下啊。下面慢慢的流下去，让这个腊鱼都会有一个肉香味啊。这边锅里面放菜籽油，然后把这个腊肉和这个腊鸭放在锅里面稍微的煸炒一下，把它里面的一个油脂把它煸了出来。煸一点出来就够了，不需要煸得太干。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中餐啊，然后盖上我们这个辣椒粉，一个豆豉，这两样是必须要放的，然后适当的来一点味精。好了，这个蒸了一个半小时将近啊，已经出锅了啊，现在撒上一点这个葱花点缀一下。这个辣味合蒸就做好了。这个菜在湖南这边的一个餐桌上是经常会出现啊。像以前的话，这个菜基本上只有在过年过节上面能吃到。现在只要你要吃，这个放在冰箱里面的、冷冻里面的，随时拿两坨出来蒸的就可以了啊。然后这个菜一个关键，第一个是这个豆豉和这个辣椒粉，第二个是这个油脂啊。湖南的一个蒸菜，重点在这个油脂上面，一定要多带油脂，它这个菜它才会蒸出来才会香。然后这个油脂拌着饭吃，绝味啊！下面我来替大家简单的试一下味，蘸点这个油脂，这个腊肉，基本上两三片这个腊鱼腊肉就可以吃一碗饭，非常的下饭。这是今天这道一个辣味合蒸啊，刚才我前面也讲了，大家可以自由的搭配其他的一个食材，一个辣鸡或者辣鸭、辣鱼，但是里面的一个腊肉，我建议大家是必须要放啊，因为蒸的时候还尽量可以把它放在上面，它这样蒸出来，它会可以它的一个腊肉的一个香味。油脂会可以渗透到其他的食材里面啊，
好，大家如果喜欢香菜大厨不吃辣做菜视频的话，可以关注他，或者在屏幕下方多多留言和评论。今天这堂课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